9月23日，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最新接受采访时曝光了火箭队头号哈登的一个秘密。哈登是 NBA 知名的左手将，很多人都知道防守住哈登左手一侧的突破，尽量让哈登从右路突破，对于限制哈登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天赋异禀的哈登想出了破解问题的办法。哈登的办法就是苦练右手突破技能，让自己成为双枪将，让自己没有明显的弱点，可以被防守被限制。莫雷表示，哈登已经开发了右手突破和投射的新技能。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练什么。就拿上个赛季吧，他也是在训练营的时候突然展示出了他训练一个夏天后的成果，他的后撤步三分球技术大大提升了。在过去几年里，哈登开发了后撤步三分球，开发了掩护造三分球犯规、双手突破造犯规等一系列技能，如今又开发了自己的右手攻击。新赛季 MVP 哈登将变得空前全面，矛头直指总冠军勇士。